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，希望你的频道请按一下订阅，按钮跟铃铛，就就我的 IG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那本周天帝节手游台服的公告，主要就是梦回仙剑的首领战开启了哈。那在通过这个首领战的部分可以获得积分哈，呃，然后这个积分可以去换这些烟南固，然后银灵陨石跟太元石、魂光等奖励哈。那能打的话还是去打一下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活动到二月九号。 然后再来就是新的十字系关卡罗喉城篇开启，那罗喉城篇个幽灵仓仓环解锁哈。好，然后再來是限定召唤万古窟，那这边是阴西或阴系啊，随便都可以，然、啊、后是曹庆哈。那这个守门员很强大啊，要小心一下啊。如果曹庆要抽，当然是建议抽了。好，再来就是全新的外观哈。 这个风寒月的这个时装啊，这个时装非常的香哈、哦。啊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去购买一下。然后再来是浮屠城周玉，OK，这个呃就是地天令啊，可以去换东西啊等等，是这样。好，没什么重点了、啊，重点就是首领战很少，开了很少。然后再来是超市礼包哈、哦，太玄秘藏限购一次，四百九十元可以获得玉太玄石、十斤铜钱。然后再一个福瑞通宝一百九十块可以获得铜钱八万跟红光两百。 然后银魂异灵盒，然后可以获得 SSR 魂石类型之前宝箱十号，然后魂光五百，然后八百七十块，然后大概就这样，主要就是先解的这个首领挑战、啊，然后跟这个万古窟曹庆池跟英西，再就是风寒月时装。好，今天情报就到这边啦，喜欢的频道就按一下订阅钮个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FB、t w i t t 哔哩还有 Discord，感谢各位今天有收看，拜拜。